8月18日，亚特西奇在比赛中回球。当日，在2018 ITF 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贵阳站女子单打半决赛中，塞尔维亚选手亚特西奇以2-0战胜中国选手卢嘉熙晋级决赛。新华社记者刘旭社8月18日，卢嘉熙在比赛中发球。当日，在2018 ITF 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贵阳站女子单打半决赛中，塞尔维亚选手亚特西奇以2-0战胜中国选手卢嘉熙晋级决赛。新华社记者刘旭社。